狗狗不只是宠物，还可以是战斗英雄。一战时，美国有只狗狗叫斯塔比，它非常聪明，不但会走正步行军礼，还能听到炮弹的呼啸声预报危险。而且更神的是，它还会分辨语言，说英语和法语的都是队友，但是听到说德语的家伙，它就会大吼大叫。直到一战结束，斯塔比一共参加了17场战役，抓了10多个俘虏，救了几百个美国兵。回国后，三位总统亲自接见了他，成千上万的大兵哥对他行礼，这才是真正的狗生巅峰啊。